弄疼嫂嫂了，快放手！别演了，苦肉计我早就看腻了。顾胜寒，你怎么对亲弟弟还如此残暴？你说我残暴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残暴。你放开我！大哥，嫂嫂这么好，你为何如此粗暴待她？她是我的女人。 如何对她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指手画脚。顾胜寒，你放开我！干什么？顾胜寒，总有一天，你的都将是我的。 顾胜寒，你是我的夫人，你的一切都属于我，今晚就补上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顾胜寒，你。